盘点海岛地图中最适合狗分的衣服。众所周知，在决赛圈的时候，我们所穿的衣服很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吃鸡率，所以说我们要尽量选择隐蔽性比较高的衣服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几个低配版的天然激励服。首先第一款，好奇恐龙，这套曾经仅售18块钱的衣服，在经历过几次返场后，人气一直很高，并且一直保持着960点价的售价。这套衣服除了一个白色的肚子之外，其余部分全部都是绿色的，穿着它往草丛里面一趴，简直就是激励服。哦对了，我设置了只有帅哥美女才能关注我，不信你试试。第二件衣服，翡翠骑士，这件套装的外观更接近于甘草的颜色，和激励服相比的话是差了一点，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衣服的头盔和背包也同样是绿色的。除此之外，这款皮肤还有一个亮点，那就是双马尾。第三件衣服，雪山精英，这件套装人送外号野生激励服，可以说是狗分玩家们必备的神器。这件衣服的外观看起来非常厚实，墨绿色和深黑色将这件军大衣的气质完美的烘托了出来。虽然说颜值在游戏中称不上很高，但是性价比绝对是名列前茅，非常适合伏地魔玩家入手。而这最后一件皮肤可就厉害了，颜色与现实中的迷彩服非常接近，人送外号小型激励服。据说这件衣服仅仅上线了30天，能拥有这件衣服的全部都是老玩家。那么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件衣服吗？